下的誓言是年轻交错的视线，这羁绊的热血融化时空法则的锁链，回忆化作勇气紧紧在脑海中浮现，新的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。星期五又到了，欢迎大家收看 TF 少年购，这里是由腾讯视频独播的对你十分宠爱的 TF 少年购。下面我们不是出新歌了吗？嗯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一样。你们对什么？对什么？你们有什么歌？所以下面我们来看看前面几周我们都有什么好玩的花絮吧。接下来要干嘛 ？Practice, practice, but now I will give you a 任务怎么说 ？Mission. Yes, I will give you a mission. So, 你们知道是什么任务吗 ？So what you can see? 就是你们今天下午可以不用练习了。是真的，我说你们不用练习了，你们不开心吗？你们现在是来休息，我知道，我这个接下来的课你们可以不用上了。Yeah! 那待会你们想干嘛？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，那么可爱，说话的手往哪儿摆？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。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，到底有多少个答案？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，我还搞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。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。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，那么可爱，好想把你装进口袋。谁能告诉我？十二点半。谁能告诉我？我们爱的没有错。我们爱的没有错。等路要天黑，天我不会来，我会烧成灰，还是听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切一切被摧毁。我想只是害怕。
小白是什么？欢迎你啊！ Yes. Okay. 是不服输的你，借口会不会提，会不会放弃，会不会悬浮在照片当着我和你，会不会是我忘记还能勇敢的去，我们继续走下去，继续往前进，看着飘远忽略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感觉累了的时候心里把我都说起，我们继续走下去，继续往前进，看这条路困扰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相聚的地方一定也有人也很想去，我们都不要放弃，都别说感谢，永远定存刻在心中那些声音，感觉累了的时候请你把我的手握紧，今天我真的忘记，希望你我就不愿意，我没有对不起那个只如此的自由的心，不是不是时候相信的未必开花结果，小路旁堆积太多叶落，风吹动你和我，剩下沙丘荒漠，小声的唱着我们的歌，歌词像本小说，渺小到失措，不惆怅，依旧黯然无恙，依旧人来人往，山才有散场，我怎么变这样，变得这样倔强，
这样倔强，每一步的地方，每一站都不会忘。舞台上远远的光落在我的肩膀，想起第一次那个模样，我怎么变这样，变这样。有网友提问三小只，生日愿望分别是什么？如果其中一个人生气了，另外两个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哄他？生日愿望嘛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掐架嘛，不要一直掐架，就和平相处啊，也不叫和平相处，就是大家就回到和以前一样就好。替你说一下，我没想好，我想一下。我也不知道我那个说的好不好，说不知道能不能说。就是希望大家都一直在一起嘛，然后一直努力下去。嗯，王源，我就是开心就好。生气了吗？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呀。对啊，就是没什么。如果是这种之间的吵架的话呢，会去。认错啊，道歉之类的，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，是吧？反正就是，兄弟吵架是越吵越好嘛。下一个。还有网友提问：三人中谁最怕痒痒挠？请现场实践一下。来。来，可以看见，其实他是最怕痒痒挠。对。你看，他冲我，他冲我这儿了，冲我这儿。其实，我们可以说，其实我真的还好了。我可以说一下最不怕的，其实我们都怕。我可以说一下最不怕的是，我觉得胖虎。对，胖虎。长得，我觉得最不怕的应该就是我。哦，就是胖虎，没错。真的，我觉得我没有亲戚这么怕呀！你看，干嘛？你看。就是啊，好痒，不行了。好了呀。上期辩论话题，上学该不该带手机？ A 队王俊凯、易烊千玺、罗廷信认为上学该带手机， B 队王源、刘志宏、刘一玲觉得上学不能带手机。经过 TF 家族训练生的投票， A 队在上期辩论中获胜，也恭喜屏幕下方的三位幸运观众获得由节目组送出的精美周边一份。继续回到 TF 少年购。
哎，那有张任务卡，拿来看一下。我说你看他背后的。对。哎呀，天哪 ！TF 家族的少年们，路够辛苦了。为此，节目组是巨资为你们准备了美味饮料，从牛奶和橙汁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享用。慷慨，每一种饮料节目组只提供三份，请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你们选择饮料。我觉得既然要石头剪刀布，肯定有鬼，对不对？看那颜色都不一样，三杯黄色的颜色是一样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所以那个沉淀物好大，你看第三杯。对，那我觉得反正挺有鬼的。好选吧，来吧，来，好好选，好好好。嗯，对，来 ，Come on, baby。哦，这你石头剪刀布。经过几轮的鏖战，最先胜出的罗田杏、刘依林分别选择了牛奶和橙汁，王俊凯、易烊千玺则共同选择橙汁。最后剩下两杯牛奶，由刘志宏和王源分别选择。由此便完成了本期 TF 少年购的辩论分组。辩论话题，我选的饮料比他们的营养啊，这个太简单了，这个太简单了，兄弟，这个其实这个不简单哦。牛奶喝多了是有害的，知道吗？橙汁喝多了没有害吗？这是自制的，我们刚炸完的，炸的，而且还是节目组出巨资。你橙选特别烂，还酸酸的。这是炸的，并不是在外买的国立橙这些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炸的，原生态。你这个不是炸的，牛奶炸的，关系坑啊，关系坑。对，我觉得牛奶呢就是有很多的蛋白质，然后还有这是钙哥，这是钙，有蛋白质，钙还有脂肪，蛋白质少，蛋白质很少，反正就是可以补充营养，然后长高长壮、就是、对，但是我补充一点，因为牛奶这你们知道，奶牛挤出来的生牛奶是不能喝的，知道吗？对，必须要经过一些处理才能喝，所以说牛奶喝多了是对身体有害的，但是橙汁是天然植物，榨出来是很营养的。我是听说过天然植物酱油，但是你想啊，奶牛它是榨的奶出来的，但是那个你是榨的奶，然后你有把握那个橙汁没有打过农药吗？那你有把握奶牛吃的草就好吗？我没把握它。对啊，蒙牛。那而且重庆是专产蓟橙的，好吗？那我就知道几成，就是几成是特产。那哦，这又变了，这又变了，这又变了。这另外我们还可以说是荷兰的。荷兰的，节目组吃巨资就做了一个烂杯子，你说他是从荷兰运过来的？明明是在公司楼下买的2.5块一盒的。蒙牛，大山乳。那自由辩论，辩论啊，辩论啊。好，我们总结一句，我们这边就是橙汁比牛奶更加营养哦。如果你想长得高长得壮，就不要放过牛奶。放过。好，那我们辩论呢就到这里，然后最后的投票权还是留给那边的练习生们，交给他们。本期的辩论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， QQ 视频连线那头的 TF 家族训练生同样投票选择了自己支持的队伍，结果橙汁队以微弱优势取得胜利，而落败的牛奶队也不得不接受萌宠模仿照的惩罚。嘿嘿，少年们，为了你们的偶像包袱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这个不要。对，那个舔的舔的。混蛋！现在分发任务啊，谁想要最好看的？我。对。不要不要。我们是一家，我们是一家。谁想给我一个好看的，给我一个好看的。你最后的最好看啊！谁想？不要这个。要最丑的。我不要好看的。谁想要最丑的？谁想自己举手？好，那这个，好吧。来来来，每人拍照，我来帮你们拍照，我来帮你们拍照。好恶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你这是要自拍？我帮你们拍，赢家拍，你站起来啊！那我的微博哎。没关系，等会我传给你就好。就这样学着他舔，只要你在舔冰淇淋，真的，舌头要伸长一点。王源说：“我舌头只就这么长，就这么长，怎么可能？长不出来。”真是，好了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丑不丑？不丑，不丑不丑。
不行不行，我好，我拍一个，我并讲弄一个，再来再来。你还拍这么多张？没拍到好不好？对，真的没拍到，真的没拍到。你一直在撩头发，那就这样，特别丑哦。我觉得这是可以挂，做回来嘛？这样来干嘛？是黑习惯了。好，快罗宁静，到你了。跟谁跟我演那个大树呢？刘玉玲嘛。你走吧，那你就这样嘛。那不那也是柯大叔，我要找王源来，就 P 一个大叔就好，我耿不耿直？不耿直，不要不要，就 P 一个大叔就好，耿不耿直啊？你先让来大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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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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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抱着，来来来来抱着，很夸张，夸张一点，你没有表情现在，那是猫的，你就很夸张，那个地方很夸张，眼睛瞪大。嘴巴炸开，啊！你拍两个，刘玉玲，刘志宏，刘总，你的是什么？刘总，一只憨狗，刘总眯着眼，眯着眼，蹲着，不蹲着，那来盘脚，这只狗蹲着，蹲着，蹲着，来盘脚，蹲着，蹲着，蹲着，鬼，蹲着，蹲着，蹲着，快！我不，我要捍卫我的人生。哇啊！真的，蹲着！哎呀，谁叫你不耿直？快蹲着，蹲着！好，蹲着吧。来，抱这个，抱这个。眯着伸舌头，眯着伸舌头，快快！大家看，原话是这样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很惨烈的游戏环节得到这里结束，那我们今天的 TF 少年 GO 呢也就到这里，和大家再见。 No 上表演课了。哦对，表演太心急了，太心急了，有可能那快上表演课。 Let's go come on。 上节表演课，老师为了训练 TF 家族成员们在表演过程中的给予和接受，安排了抢凳子的小训练，率先挑战的王源和小琪都没能完成引导王俊凯、易烊千玺离开凳子的任务。时移时易，角色对调后的少年们又能否在表演过程中完成各自的任务呢？哇，哎呀，山城啤酒知心朋友，兄弟，好爽，兄弟，兄弟，一醉解千愁，啊，兄弟，龙哥，下次再来，啊，没再叫我，兄弟，啊。那边出事儿了，那边。啊，出事儿啊，出事儿出事儿呗，龙哥。啊，山城啤酒。兄弟，你喝醉了吧？朋友。兄弟。没，我没醉，我清醒得很呢。没有，别弄我，我没醉。你看见我刚才一路狂奔过来了吧？没有。好吧。那边出事儿了，哥们，那边有几个抢劫犯，杀了几个人，还不走吗？小心啊，喝酒啊，哥们，真是美妙啊。你等会生命会有危险的，真的，我劝你。啊，没事没事 ，I don't care。喝酒。你喝醉了吧，兄弟 ？It's my life。没事，咱我帮你，你家在哪？我帮你扶回家吧。我家就在这里，你别碰我，我不要离开我的家。哎呀，好爽！得，哥们，你这就是公共凳子，你不能往这个凳子上吐口水。什么公共凳子？就是 my house, my home, 我的家。好，在东北啊，中华江上啊。哎呀，天哪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凳子我刚才听一个小朋友说，他说有个醉鬼赖着这不走，是你是吧？什么醉鬼吗？谁啊？不是我。是你吗？不是啊，我刚看你这醉醺醺的。没事，没有，我有咽酒器，没事，你来咽一下啊。没有。来吹口气啊，来。哎呦，酒精都超亮，你还没醉呢，起来。我又没开车，我坐这儿怎么了？
不是，这是公共座位，你看你还在往这吐口水，什么意思啊？待会儿性格。我跟你讲啊，这种居委会我是居委会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得得得，你别，得得得，我起来，你别扶。好，快起来。啊，回家了。好，好。OK。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是醉的状态。很好啊。我没。经过两轮的正面交锋，王俊凯成功的将醉醺醺的王源引导离开凳子。而上节表演课中深受小齐毒害的千玺，能否顺利地将小齐引导离开凳子来报一箭之仇呢？接下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。哥们儿，哎，哥们儿，今天要下雨啊，看着你还在这不走吗？今天阳光明媚，你还下雨啊？一会儿你看那边乌云都来了。那边的乌云关我什么事？你要不要走吗？我不想走。可是要下雨，你看这棚子都没有，你要不要走？你帮我退一下。啊？哎呀，巧了，我有伞。伞真小。啊，很累啊，好不好？你走好不好？啊。你在这等谁吗？还是你坐这干嘛呀？看风景。我是无心看风景吗？嗯。啊，空气新鲜。哎，要下雨了，你看那边。真爽。要下雨了，好不好？又送个雨伞的。我也带了雨伞，你坐这，你是不是很烦啊？你看你裤子都。就地解决。看你裤子都破了，一会儿雨过来不麻烦。这叫时尚，知道吗？我的裤子时尚时尚最时尚，你不？我还穿了滑板鞋。哼，你这个滑板鞋，哼，轮子都没有，还滑板鞋？哼，哥，你先走嘛，下雨了。跟你说，我看风景。哎，下雨了，下雨下，你先走吧。我一滴雨都没看见，下雨了。已经下了。哪儿啊？你撑着伞感受不到啊？哪儿啊？看不到啊。所以你是瞎子啊？看不到。你看你裤子都破了，赶紧回家找爸妈缝一下吧。跟你说，这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你不要装非主流，你快回家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很冷啊，宝宝，小孩儿。啊？嘿，你怎么说话呀？很冷啊，你快点回家好不好？哎，这么小孩不懂事儿。今天是夏天，你说我很冷。下雨了。很凉快，很冷，快回家，要感冒了。遇到下雨还坚持看风景的小齐，千玺估计也是醉了。最终，千玺并没有完成表演老师指定的任务。那么下周表演课上又会有哪些爆笑的精彩内容？下周五晚腾讯视频不见不散咯。感谢 Q 哥爱 Q 妹的腾讯 QQ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本节目由我爱的片是好莱坞大片的腾讯视频独家播出。关注永远都在出血送周边的手机 QQ 兴趣部落，关注我最爱在里边发说说的 QQ 空间。本节目由团队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我看了都忍不住下单的 TFBOYS 官方淘宝店赞助播出。很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，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
过你就不怕孤单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让我亲一亲，像朋友一样。我想你一定喜欢现在的我，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。想起你的模样，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？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让我亲一亲，像朋友一样。虽然离开了一起还漫长，我们总能补偿。因为中间空白的时光，如果还能分享，也是一种浪漫。关系虽然不再一样，关心却怎能说断就断？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让我亲一亲，像亲人一样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让我亲一亲，像过去一样。